得奖的是，掌声欢迎今年的歌后莫文蔚 Karen。 Karen 莫文蔚凭住宝贝一曲夺得今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，她领奖的时候还兴奋到自爆，说今年内会同初恋男朋友结婚添啊。我这次呢，我一定要好好的庆祝一下，然后呢，我觉得最好的庆祝方式呢，就是我今年我会结婚。不是开玩笑的，是真的。我上一次呢，我说我也该结婚了，然后这次我答应大家，今年年底而且我觉得最不可思议呢，就是我居然可以跟我17岁的初恋男朋友结婚。恭喜恭喜，我很开心，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里讲出来跟大家分享我这份喜悦。